血战到底冠军之争。这场比赛周继豪如果胜利的话就会获得之来到周启豪的发球局。再来。哦，周启豪有质量扔高变的这一板，我们看质量极高。重视性嘛，对。也是。哦，好球！看男孩打球层次感很多。哇，这两个卸的感觉。3-6。再来，好球！动好漂亮，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啊。好，9-6。哦，还有、没打到，非常非常精彩。反正说这球救回来之后，周继豪突然收了。周启豪发球，来看一下回放。好球！让他来看。哇！本来他就厚，本来他就是真的是厚。4-2。还有，这个球没有能够这个球的时候，就是灯光就会晃到他。对，但反过来证明反。漂亮！樊振东状态好的时候，应该赢他一个球都难。是，他有点像大对。你确定不说他出汗多是吧？有，哇！哎，樊振东侧身，漂亮！漂亮！周桥这，还有。好，今天的手感其实很棒，但是这就是他。8-8，樊振东知道球被角之后，非常稳的拿下了这两分。对，刚那球。
这局对周继豪来说会对对手带来非常大的一种压迫性。主动上手相持，还有再来好球，我去，5-2，就现在就真的是想起好的一个压制啊，好球好球，不晓得车身正手，好球，这两个球很漂亮，在台上还有放一个短的，哇这球好，这球漂亮，一假动作一个两跳，不出台，对球的这种控制能力是今天是好，应该是好球，他林高远都相对比较细腻，还是真的就是毫厘之间，周晓有变化，已经退无可退的时候了，好，失误还会增多，十发球，把握住了自己两个发球，8-1，9-1的情况，下次有机会争取下去打，我都不动了，打上旋搏杀多一些吧，对，然后他再点拳砸坏了也有可能，就是拔电源呗，困难了，对周继豪这一局优势不小啊，这样的话、这样的话直接拿下，那就看看王浩指导怎么给小胖去进行这种指导，刚才那个球发的这样僵开局，哎呦好，然后不能松，信心，但这一局还是两个人比分相持，没有。然后这种周晓豪的话，一想这种，我要普通拉一下，肯定被你防回，就有一种这种困惑，就是可能中规中矩的进入节奏呢。是4-2啊，对，连胜。那在这一场，如果樊振东能够战胜周启豪的，哎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两分。哇！只能先看看。哦，还一个，还，就是完全豁出去了这个球，对。成功率50%，就是你可能打上就赢了，但是打不上就直接丢分。对，樊振东发球，好球，好吧，这一回合，
这样的话，漂亮，樊振东以11-8战拿到直冲的名额，作为终结整次比赛了。确实，整个樊振东的能力还是要。